荣瑞，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美术观察名誉主编。咱们现在开始上课吧。
画东西啊，画的松，不要让它画的太紧，太紧的画的那个气息就不那么临头。
在远山里头啊，这个呢，当然我画的这个也不算是最后的远山，就是比较中景的，是吧？中远的，这里头啊，它干湿浓淡结构，首先要把结构也要表示清楚。它远山它也有结构，是吧？只是看得不那么清楚，不要画得那么僵死，是吧？当然呢，它也要合情合理，不能给它画成一个片儿似的，或者是很随便的堆一堆，是吧？这里头也要有结构，另外一个呢也要有干湿浓淡。他来看那个有东西。
这就随便勾勒几笔，用线条表现一种原神，是吧？因为这边有两块是墨让它那一块丰富些。Thank you.
远山啊，一个是呢，就我说化验栓，下比较肯定，啊，化验栓呢，不要来回描，越描越难看，是吧？你就，但是你要事先想好，它这个远山呢，主要是这个外轮廓，就最远的山，就那个形态啊，里头的东西看不见了，它外边那个形挺重要。它也有一个互相的关照，是吧？也有一个动态，啊，不要画的像特别死板，啊，特别死板。另外一个呢，远山就不能来回找，来回找，描来描去啊，它是越描越难看。下笔呢要肯定，想好，说这个是淡墨的，还是什么？因为我这个远山呢，加了几遍呢，它因为是桂林呢，它这个山的层次特别多，你要表现那个层次特别多呢，当然也有各种办法，是吧？可以由浓出点，画的淡，把那层次分出来。另外也可以呢，是吧？浓淡变化，有的山比较浅，但是厚的一个山，它说不定比前面的山还要重，是吧？这自然界现象也是有的，我们到山里头经常也可以看见，大家是吧？它有时候因为这个云挡着了阳光，有时候反而你觉得远山比近山还要重，啊，还要黑，啊，所以说呢，你就主要是要把这远意画出来。要把远意画出来，要这个层次要有变化，要变化，要方法也很多。这张画呢，从右手起手的，这有一个亭子，画了一个进出的这个进坡。然后呢，这边有一条小路，有时候这些小路啊，在这个山水画中啊，它也是起的一些点缀作用，它和建筑啊什么，因为山水画，我个人觉得还要画的来让人感觉。可居可游，是吧？可居可游，它有一种亲切感。这里边是体现人和一种自然的一种关系，是吧？有人喜欢画的，把那个山水画的好的，鸟无人迹，是吧？鸟无人迹。我不
太喜欢画穷山恶水，是吧？我就觉得山水它还是要表现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感，一种亲近感，是吧？所以说呢，你要有中国人一直提倡有一种可即可游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山和自然和人，它的一种和谐，是吧？这也很重要。所以说呢，像这些点景的，通过这个小路，是吧？把这个和这边隐约空了这么一条白线吧，是吧？它这个呢，就是说让人家感觉到，在这里这个地方，可以通过这个路，穿过这个山，转到山后头，从这儿要连过来，所以这一带呀叫虚。说我们一直讲这个虚实，是吧？你不虚，那反而没有远意。它这些地方都有远意，你感觉从这个地方走到这儿，要到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个半里地，是吧？你才能走过去啊，半里地。如果我们把它都连上，它就没有那种远意了，是吧？这个用虚啊，非常重要，是吧？虚虚实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是吧？前面之所以把这一带画的比较隆重，画的比较的反复画，也是为了让它和这组山下半部，特别是它的靠近它的这个右边那边要虚开，虚开，是吧？所以这些后头的这些山，它就退到有一个距离感。因为有一个距离感，它这个距有一个距离感呢。有中国山水画，它不是说像我们说了，像风景画，透视啊，什么这个色彩的冷暖啦，是吧？等等，它就是这种虚实。来把这种远近感觉，是吧？把它要拉开，也感觉到它的另外一个角度，说了它还透气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后头继续画，继续画，那么它应该气就堵死了，是吧？气息就堵死了，是吧？那么中间这组山主要刻意的是把焦点点放在它的这组山的上半部，上半部。啊，通过这个一条小路，从这个
江边的一个小亭，是吧？我们把它引申过来，感觉小路示意，感觉可以转过来，是吧？转过来之后，我们可以到了一个我们这张画中的主要的描写的这个核心地带，是吧？核心地带，那就是桂林特点的两座山峰，是吧？山峰中还加持着一个座小建筑，或者像个小庙也行，小建筑也行，传统山峰中也很多这些，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说这块和我们下边的这个亭子就是这张画的这个画眼，是吧？画眼，你一个所谓画眼呢，它就是要让一张画上呢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吧？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吧？眼睛，是吧？眼睛代表这个人的精神，是吧？眼传达感情也主要是靠眼睛，因为这是在课堂上，这个。用墨用的快的，是吧？应该再画的呢，这个空灵一点，这个变数吧，少了一点，所以说急于求成，就画的浓重了，画的墨太焦了一点。颜色呢也用的呢太厚了一点，其实要是有时候造染啊要两三遍，啊不要一遍就把它染死，一遍染出来一个是太匀太板发死。啊，有时候它是谁画谁染，谁画谁染。所以说呢，这因为是在课堂上，这程序呢少了一些。少一些，你看这个，它的那个墨就显得有点这个，也略有黑气。也略有黑气，是吧？略有黑气，不淋透，墨要一遍遍的上，它才淋透，是吧？这个中间这一块呢，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啊，就我说有时候要观察，所以说这个山啊，它是有气息的，是吧？山呢，就是有气息，它有味道啊，它要给我们一种感觉，然后呢，我们要善于抓着山的这些感觉，是吧？所以说，自然界中，是吧？看自然界中的山，看自然界中的景儿，
但是我们要观察它的这种所谓物理特征，就是什么地方鼓啊，什么地方瘪啊，什么凹啊，什么凸啊，是什么样的皴法呀？这个山的这个大的这个脉络啊，哪个石头压住了块石头啊，是吧？它的结构了，构成了，是吧？组合了，这属于一些物理性的东西，是吧？另外呢，我就是反复强调，啊，这个山它是有气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的这种感觉要投放和它结合起来，是吧？结合起来，所以说，不同的时候，又要说，在这个像这个不同的天气，是吧？春夏秋冬，是吧？还有这个不同的天气，阴天、雨天、雾天，是吧？这种甚至晚上，是吧？是吧？包括黄明喜欢看夜山。啊，夜山，有时候我们也是，当夜色这个笼罩的时候，是吧？这个山和山之间，它的这个界定就不清楚了，是吧？它只是和天空有一个大的轮廓，在相对比较微弱的灯这个光线下，是吧？你又感觉到它山的内在的，它不是说是空洞无物的。是吧？他会感觉如此的这种浓密，是吧？如此的这种层次的这样的一种多变，是吧？甚至在这种恍兮呼吸之中，是吧？好像他还有生命感。啊，哎，我不知道大家这种感觉，是吧？夜山，所以说你要表现那种万籁寂静，是吧？在这种黑色的这种山体中，他感觉有一种神秘，是吧？有一种律动，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山里头啊，它会给我们很多启发，是吧？很多感悟，是吧？很多想象，啊，这但是我就觉得我们要细心观察，细心体会，细心体悟，是吧？所以说呢，想是通过中间这组两座山峰，把桂林的这个雨后，是吧？雨后山色的那种凝重，里边的那种多变，
还因为那个石头，还有树木，在雨后，啊，原来比较涉比较浅的石头，雨下了的时候，哇，特别黑。你就感觉上面非常丰富，非常多变，啊，还有加上这个各种的植物植被，是吧？在山体上，所以我们这些有一种感觉，不要把那个山啊画的，它是有生命的。啊，它这是有不同的情况下，它是有多少，它是有变化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中国画上，在山水画上，有些时候要认真观察，是吧？也要善于用笔墨去表现它。表现的，你看咱们古人也是，你说像这个画云山，是吧？云山图，你说这个米家山水，是吧？米家山水。米家山水，还有这个米点春，啊，他是认真是观察的，他是虚实，是吧？以虚来衬这个实，其实烧墨点并不多，是吧？更多的他关注的那个云气的形态，云气的这种里边微妙的变化，是吧？但是呢，他又不像我们，像今天早上看一个同学，你那个云画的太模拟自然了，是吧？太模拟自然了。以前也有些画家，是吧？画那个黄山，或者是庐山，很多山上他们有很多这个云气。当这个云气流动的时候，是吧？哎，有的像这个海洋一样，有的时候像瀑布一样，是吧？这个形成甚至云海，是吧？云海，这都非常壮阔的这种自然现象，是吧？也是我们画家很关注的，但是呢？我们中国画，是吧？它主要画中间那种味道，那种精神，不要太刻意的去描摹那个自然界的那个云的状态和云的所谓层次，所谓的这种，它的这种。颜色，是吧？这不是什么白的，什么不同颜色等等，那样的话，它就俗了，是吧？因为它太模拟自然了。还有呢，任何一个。绘画形式啊，就任何一个绘画艺术的这种门类，它
它既有它的这种艺术上的表现的这种优势，就是它有它的艺术特征，它善于表现哪个方面，是吧？那么另外的艺术形式呢，它可能就善于表现另外的一个方面，是吧？我感觉，是吧？目前还没有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囊括其他所有艺术形式的这个特点，是吧？如果说它真能囊括，那么这个世界，这个艺术也就没有那么美丽了，是吧？这是它有它的相对的不足的方面，或者就是说它的这个短的地方，是吧？我们的艺术就是要扬长来补这个短，所以说你要想拿中国山水画去描摹自然界中的这种各种光影、各种时期的这种真实感，是吧？自然现象的一种多变，是吧？那么，作为用这种宣纸、毛笔为这个工具的中国山水画，不是他的长项，哎，不是他的长项，他也不能够达到我们所理想的那种高度，是吧？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用毛笔，是吧？他用我们的这种宣纸来塑造我们对自然界的一种体悟、一种感受，并且把这种体悟感受对自然界这种观察，是吧，上升到，是吧，一种我们前面讲过近乎于道的高度，是吧，一种带有一种哲理的关注，对人生的一种结合，对人生的一种这个总体的感悟的这么一种结合，是吧？那种细腻的笔触，是吧？非常这个细微的这种末世的变化，它和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和我们的脉搏那种细腻的变化，仅仅是扣在一块儿的，是吧？细腻的变化扣在一块儿。所以我想呢，同学们啊，在这个课堂上，是吧？我们那也就简单的总结一下，是吧？那么这次这个课程呢，我们那个大概有了这个十一二天的这个课程，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呢，也基本就接近于尾声了，是吧？接近于尾声了。那么这次课程呢，我们回顾一下呢，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化，是吧？和中国山水画，从理念上，是吧？从学理上，对中国山水画这门画科，是吧？这门艺术，把它相中关联的一些关系，我们把它都涉猎到，是吧？都把它谈到，是吧？因为一直也强调呢，是吧？实际上，画中国画，画中国山水画，一个方面，我们要表现自然美，更重要的是表现每个作画的人对自己、自我、对社会、对自然，是吧？对大千世界，你的一种认识，你的一种体悟，你的一种认知，是吧？你的一种认知，是吧？这个是对表现外在的自然美，那是第二个。我刚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作画的首要任务，是第一点，是吧？它是要把我们每个人，是吧，对事物的认知，是吧，体会、体悟，是吧，感悟，是吧，通过这种艺术的语言，用艺术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是吧，表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转换成对自我的一种修为，是吧？自我的心灵的一种完善提升，它要起到一个镜子的作用，是吧？中国画这点是它的一个功能特点决定的，是吧？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实际上，我一直也强调，是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画的艺术特点，是吧？它更重要的，它是作为一个人修为的，是吧？修为的，是吧？它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人一个文化的进步，是吧？一个文化的自觉，是吧？提升我们每一个人一种
这个更加精神上的一种自由性，是吧？自由性，啊，因为你那通过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精神会更丰富，是吧？我们还有一个表达我们精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吧？建构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说，中国画啊，主要还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在这方面的作用很大。所以说呢，反复强调，这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是吧？对一个人的整体的提升，是吧？人格的完善，人格的这种建构，它是起作用的。所以说，从古至今，中国绘画、中国画画学，是吧？它的一个核心精神是，它是关注人的，它是以人的修为人的品格，是吧？人的品格的这种美，是吧？人的精神的这种美，转化为关照自然、关照人生，然后转化为我们山水画的审美的一个基本追求，是吧？一些基本追求，是吧？我们讲，是吧？山水画中，是吧？用笔用墨，那只是记，是吧？记要尽到，啊，记要尽到，记要尽到，就要通过我们对这个笔墨的这方面的修炼。要不你就没有尽到的能力。通过笔墨的修炼，笔墨的修炼，笔墨的好坏，笔墨的高低，笔墨的内在的品质的这个差异，又要靠我们每个做画的人，你的个人的修为来判定，如果你自己的修为还达不到，那么你对笔墨的追求的好坏就很难上升上去。很难上去，所以它是同步的，它是同步的，是吧？同步的，因为眼睛都看不出好坏，手能打得到糊，是吧？你主要还是要靠我们的眼睛，靠我们的心灵，靠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会，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记
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也强调，它必须是即时经济的由基进道的基础上，是吧？如果你不进道，就会走向邪路，是吧？走向歪路，是吧？是吧？走向歪路，气息就不振，气息就不振，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要讲到最简单的说，我们的中国画，是吧？它既然是以人的修为、人的精神、人的这个品格作为我们一个审美的一个大的取向，所以说在它的审美范畴中，当然是说林林冲冲很多，但是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常和我们画画常要用得到的一些大的审美思考，比如说我们山水画的气象，这里边既有气的意义概念，又有象的概念，什么？如果说我们在山水画中，是吧？没有气息，气息不灵动，是吧？没有生气，是吧？没有朝气，没有正气，是吧？我们的这个画面它是僵死的，是吧？所以说平画气息灵动才是能够上升到气韵生动，是吧？甚至它气道合一，是吧？在中国山水画中才提出来，是吧？这个比例是关乎于这个气的，气在于笔的力量，用笔你有没有力度，就是说你画面的这个气息流畅不流畅，是吧？画面的用笔柔密，是吧？你的用笔造作，你的用笔，是吧？是去模拟自然，是吧？没有笔的本身的一种文化高度、文化要求，是吧？那你的这个笔就没有能做到让气韵通达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气主要靠用笔，是吧？韵靠用墨，是吧？韵要靠墨。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次这个整个课程中，是吧？我们又通过了这个写生，是吧？这个现场写生，这个现场写生呢，是我们中国画这个认识方法、观察方法中很重要的一环。
对吧？但是对景写生也有中国画、中国山水画对对景写生的要求，是吧？因为它这里边也贯彻着中国山水画中的认识方法，是吧？和我们的这个表现方法，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题要有游的精神，要有以大观小的精神，是吧？来对自然界进行观察、体会、摹写，是吧？所以说，这个既然中国画它近乎于道，所以说这个路就在脚下，这个道也就在脚下。我们都是走在路上的践行者，是吧？我们都是在走路上践行者，就看我们自己每个人这个道、这个路走的正不正。今天的课就讲